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幻想过一夜暴富的美梦吧。在我们人生最为迷茫的时候，钱是唯一支持我们工作的动力。不过，就算再穷，也不能花这三种钱，不然的话就会越花越穷，越陷越深。第一种就是赌博的钱。人在越穷的时候，就会想着怎么样才能快速赚钱，而赌博是来钱快，去钱也快。赌博带来的快感是一时的，带来的痛苦是一世的。 沉迷于赌博的人，他们的意志会被逐渐消磨，对自己、对家庭都会有非常恶劣的影响。有些输得倾家荡产后，就会产生自杀的想法。这样害人害己的东西，千万不能碰。第二就是不义之财。 不少人都希望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钱财，被利益熏心后投机取巧的走捷径，使用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做一些伤天害理、违背道义的事情。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多财富的权利，但是首先这钱的来源是要来自正当渠道，即使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得到了，你能过得心安理得吗？第三种就是算命的钱，很多人在诸事不顺的时候就喜欢去算命，其实这是一种封建迷信的行为。如果能通过算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那么算命先生也不会摆摊来算命了，早就飞黄腾达了。 花钱买财运只是一种自我安慰。凡是有一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，这些江湖术士的话基本上都是瞎说的。这就等于是一个无底洞，只会被骗得越来越穷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喜欢的话，请点击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